对不起啊！你对不起我什么呀？你说说，我听听。我不应该跟您吹牛，说我挣的挺多的，说我年薪几十万，实际上我才挣个十几万。开个奥迪车吧，还是个二手的，都跑了40多万公里了，都该报废了。大房子吧，看着是挺大的，都快出了北京了，而且那房产。有一半是公司的，我还得还那房贷呢。还有呢？哦，我不应该跟您要那房子的钱，我不应该跟全家人都吵架。嗯，还有呢？我不应该不跟您和双兰打招呼，就把娜娜带到农村带回老家，差点没出了事儿，都是我不好。还有没有了？没有了吧，妈。其实妈，我身上还是有好多优点的，妈。我顾家，我努力赚钱，我让双兰和娜娜住上这么大的大房子。你得了吧你到现在你都不认识你这问题的严重性，你说了半天你都没说到重点上。我告诉你，你呀，你就是自私、自负。你就不懂得说吃亏是福这么个道理。那老百姓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说吃小亏占大便宜啊，占了小便宜的吃大亏。你可倒好啊，你，哎呀，有那么一点事触碰到你个人利益了，你噌一下你就起来，你就永远一根筋。我都不愿意说你，我一说你这些毛病，我告诉你，我心里我一肚子气。我妈，您可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身体，那个。你说不让我生气，我就不生气了，啊？妈，我知道了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怎么改？你怎么改？你马上得改！我告诉你，你把你家这些事儿你都给捋顺了、摆平了，知道不？你像个真正男人样。妈，不是我不想改，是双兰不接受我，我尽力了，妈，我尽力了，不够，尽力怎么行呢？你得努力啊，你得竭尽全力。知道不？你得拼命。是。我告诉你啊，高科，你什么时候把自己打造成纯爷们儿，哎，我再理你，好不好？拿来给我包。妈，您去哪儿啊？去哪儿？我不愿意看你们俩在这闹，闹矛盾，闹分居，我尴尬不尴尬？我上小西家住去。不，妈，我送你，我送你。这个呢，就是离学校比较近的小区。一会儿我带您看的这个房子，您如果不满意的话，我这还有其他的房源，都是精装修的，而且家电都是全新的，并且有 WiFi。多少钱一个月？咱们要看的这个呢，是5500一个月。啊，可能有点贵了。有没有那种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房子呢？嗯，这个是可以谈的。如果您能立即入住的话，5000块钱一个月也是可以的。
我觉得还是有点贵了。那个，我想要那种一室一厅就可以了，大概房租3000多，差不多。嗯。哦，那这样的话就只能合租了。合租你能接受吗？啊，合租肯定不行，我必须要整租的。嗯，要不然就4000，有吗？高科。啊。不，高科，你和双兰呐，这一分居，我弄得我心情特别不好，我特别不希望你们这个事情发展到这样。我呀，真是我替你们俩着急。你这么的哈，你呀，跟他和好，你就态度好点，诚恳点。是。我呢，我现在我给他打个电话，我约他时间。对对，您再约一下。对对对，这个不能这么闹腾。那梁女士，咱们要看的这个房子，您会考虑吗？我等一下啊。喂，妈，双兰啊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跟中介看房子呢。什么？我得租房子啊，我要把娜娜从高康那儿接回来。哎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就在娜娜学校旁边的一个小区。好，好，好。啊，这么的吧，我就在伊娜学校附近呢，我现在马上过去，我找你去，我找你，咱俩一块儿看。哦，那行，那妈，我先看房子啊，一会儿咱们再说。是，前面右转就是了。啊，好，嗯。他去娜娜的学校那儿去了。快快快！我告诉你，你赶快掉头。好。他现在到那个高一娜学校附近那个小区，他要在那儿租房子。哎呦，他要带着一娜呀，出来住，要跟你分居。哎呀，快点，咱们赶快阻止他。是是是。这个呢是一室一厅的房子，还有一个就是他这后面有一个后花园，你可以跟我过来看一下。啊。你看这上面葡萄都结了，平时坐在外面聊聊天或者吃个饭都挺不错的。嗯，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房子的价钱应该是你想要的，而且符合你想拎包入住的需求。怎么样？要是觉得合适的话，咱们就在这把合同签了。嗯，可以签吧。好，那您就联系。爸，看点车啊！哎呀，待会儿见双兰。一定得向着我，向着我才行。不是向着你，我不会支持你们俩分居的。对对，您是吗？对呀，咱不光还有丽娜。哎，少兰，你怎么考虑的？你怎么能随便就租房呢？你干嘛呀？哦，对，那个，少兰，咱们有什么事回家说。放开我，妈，你带他来干什么？我带他来阻止你啊！你说你这个孩子，你不言不语的，你怎么的？这就把房子给租了呢？啊，这就要分居啊？你也不问问孩子同意不同意？那高一娜同意吗？就是。那高一娜人不同意离开家呀？我看你们俩呀，差不多。怎么做什么事儿都替自己考虑，不替孩子考虑呢？少兰，咱们先回家好吗？回家咱们好好谈一谈，完了再做决定啊。妈，我跟他之间没什么好谈的，这些年我活得够憋屈的，我现在要找回我自己。这房子我是租定了，你看，合同我都签好了。合同都签了，这不就没了吗？这不就没了？先生，你怎么能撕破我们的合同呢？就两张纸嘛，没多少钱。哎，待会儿我赔你，双倍赔你，行吗？先生，请您不要影响我的工作好吗？我求你了，你不要影响我的家庭好吗？那请您不要在我工作的时候来解决您的家事好吗？对呀，你说太对了。啊，咱们别影响人工作，咱们回家啊。有什么事回家，回家说多好。房子我租定了，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你再复印一份合同，我还跟你签。姚双兰，我正式的通知你，这件事儿我不允许你做，这个合同你也不许签。先生，今天这位梁女士已经做了决定，请您不要再插手了。我也正式的通知你，我不允许她签这个合同，这个合同没用，我就告诉你。先生，如果您再这样的话，我就报警了。行，拉倒，拉倒，拉倒，争什么争啊？行，我要复印一份吗？好，复印一份，我同意啊，我同意你们俩分居。妈，您怎么变化？您。那怎么办？你说那怎么办？这大马路上你们在这儿争来争去的，不嫌丢人呐？你们不嫌寒碜，我嫌寒碜啊！走走走，咱们去复印去，之后的事再说啊。不是妈，你这，妈这，嘿，什么事情？我呸！哎，你这调解怎么样了，调解的？调解的不怎么样啊。现在你姐姐呢要出去租房子了，带着高丽娜出去租了，要分居。真的？嗯。那拦着呀？没拦，我同意了。为什么呀？你可真新鲜啊，说不定我姐
他根本就不想跟高哥分居，你这可倒好，举手表决你先同意了，这不是把闺女直接往坑里推吗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当时在那大马路上，高哥和你姐吵来吵去，吵来吵去，我一看太丢人了，你这，我怕扰乱社会治安，同意。那你就是说你为了面子，所以同意了？不，也不光为了面子，这是我的一个计策。啥计策？我想让他们俩和好，哎，但是这个过程啊，还不能那么顺利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太顺利了吧，他不珍惜，特别是那个高科。我就想啊，说实话，你姐姐这几年哈，还真是顾全大局。哎，真的，她吧温良恭俭让的这么维持着这个家，我不能让高科这么快的如愿以偿啊。啊，所以你就是小火慢熬，精心的熬着他了，是吗？熬鬼了，妈，你这太鬼了。哎，我妈怎么还不下来吃饭呢？土豆丝儿，土豆丝儿来了，今儿我炒的可香。哎，姐，妈，快点来下来吃饭了。妈，我姥姥呢？去你小姨那儿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又走了呀？也不跟我说一声，这个家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了。瞎说什么？奶奶不在这儿呢吗？怎么就不能跟奶奶聊天啊？奶奶又不是不会说普通话。你好好说。娃呀，奶奶亲自给你做的鱼，特意做的，尝尝。哎呀，哎，娃呀，吃鱼啊？咋也不吃菜呀？坐着空气吃饭呢？老姨呢？跟你说话呢，奶奶。你吼吧，爱怎么吼怎么吼，我就把你的吼声和空气一块就有饭吃了。管不了你了是不是？啊？还有？没看出来呀？干嘛？干嘛？打电话。给谁打？熊老太。对呢。哎。喂。喂，亲家。哎呦，亲家，我正要找你呢，你啥时候回来住啊？哦，回来呀。哟，这个短期内我没有这个打算，我主要是替你着想。你看我在那儿吧，给你添了那么多的麻烦，惹你生气哈。这回好，双兰也要搬出去住了，我呢也走了。这个家里剩的都是你喜欢的人了啊，你可以舒舒心心的啊，在家里享受享受了。你看，你又说风凉话了，算了。我不跟你说了。哎，别，哎，你刚才说，你说找我有事儿，你还没说呢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不想说了。哎呀，你别赌气呀，亲。啊，你叫我啥？我叫你亲呢。嗨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这个亲呢，是现在啊，就是最尊重的爱称。啊，这是网络语言，网络语言啊。现在那个潮流人士都这么说，所以我也这么说。你不懂，你哎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想知道，你为什么要找我呀？找我什么事儿？那你说说，我为什么想找你？因为你是个好奶奶。你看你，你又讽刺我。好奶奶啊。我想请你吃个饭。吃饭啊？明天好吧，明天到我这儿来，到就是我小女儿啊，小西这儿来啊，到这儿来我请你吃个饭，你敢来不？吃饭我有啥不敢去的呢？啊，那好，那一言为定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然后地址呢让双兰告诉你。哎，亲家，拜拜。打电话的时候你在旁边吗？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在这紧跟着。不行，你还约他？没听见。你干嘛呀？为什么要叫他来吃饭呀？他整天嚣张跋扈，对我姐那样，我跟你说我不会给他好脸的啊。你怎么着？你必须在。你替我姐报仇是吗？我报什么仇啊？报仇，我想帮这个老太太解放天性。其实我跟你说呀，这老太太吧心眼真的不坏，他吧就是心里有话他说不出来，哎，又放不下农村那个老理儿，他就自己和自己较劲，自己和自己怄气。你说他自己和自己都没和好，他怎么与人为善呢？是吧？老话说治病先治根，或者叫治病先治本。哎，
咱把他叫过来，咱俩给他治治病。啊，我又不会治病，我怎么给他治啊？啊，咱俩互相配合啊，一唱一和，好好给他治一治。亲家，哎，看看，这就是我老闺女住的小区。哟，这小区呢，比不上我儿子我个庄园。我儿子那儿有多少树呀？啊，我儿子那儿能养鸡，还能种菜。瞧这儿，这鸽子笼似的啊，一个摞一个，不好。哈哈，咋想？妈，哎，买回来了。哦，哎呀，邢大妈你来了，这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！我这刚给我妈打完豆汁，还热乎着呢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豆汁来我们家必须得喝，这是我们热情待人的一个规矩。哎呦，尝一口。女子，哎呀，我从来不喝这。哎，这可不是泔水啊，这叫豆汁，营养成分全在这里呢。我给你打开，你闻闻，闻闻。来这样，来吧。行了，免了。哎呀，我一闻这味儿就恶心。咱不强你所难了啊，咱尊重你的饮食习惯。哎，我也特别希望你尊重高一娜的饮食习惯。哎呀，亲家呀，这一码归一码，我那还不是为了教育孩子，为孩子好。哎呀，熊大妈，你这包，哎，你这包太原生态了，真好看。是吗？来装点什么？哎，我说女子，你怎么随便翻个东西？因为你不介意呢，再说了，你不也经常翻我姐和我姐夫的包吗？我不一样，我是俺儿子俺媳妇的屋子，再说我是为了帮着他们打扫卫生才翻的。好心是吗？我也是好心。哎呀，我这前两天买的柔顺剂可香了，是吧妈？香的呀，我就想说把你这包拾掇拾掇泡一泡，又柔又亮又香的。啊，女子，我说女子，这我让你泡了吗？哦，那我姐和我姐夫也没说让你打扫呀。怎么了啊，亲家？哎，合着你叫我来是为了戏弄我啊？啊，这个我告诉你，俺不吃那套。哎呀，亲家，你先把舌头捋顺，什么我呀，一会儿俺呐，这太分裂了啊！我知道你肯定不吃这一套。您是谁呀？您是太皇太后啊？我想问问。您幸福吗？我幸福，幸福。哎，不幸。哎，我听您说了吧，其实你挺幸福的啊，老伴儿挺好啊，这个儿子呢又那么孝顺，就是你来到这儿之后吧，处处不顺心，处处碰壁啊，不顺，是吧？真的是这样。你承认吧？你要顺，你都不能来。真是，哎，熊大妈，真的，这边，来这儿坐。您还没想明白呀？这个孙女儿啊，她不是管的，哎，强扭的瓜她不甜。我就知道孩子得管，我树杈还得修呢嘛。哎呦呦呦呦，您那叫修啊啊，您那叫撅吧。哎，知道修是什么吗？修它就是一个呵护的行为，哎，在不破坏她个性和自由的前提下，充分的展示她的尊重和引领她的成长。撅吧是什么？撅不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粗暴的行为。折了。不管你乐不乐意高不高兴，哎，反正你没有长成我让你长的那样，你得明白。我问你，高一娜失踪的那个晚上你着急不着急？我急呀，我急得老命都不想要了，那是我的亲孙女呀。那我再问你，你跟高一娜这关系搞得不好，伤心不伤心？伤心。我咋不伤心呢？每天看着一娜看我的眼神，我就从心里往外冒凉气呀，俺媳妇说来都不说话了。哎呀，俺儿子就跟那风箱里的老鼠似的，两头受气呀，就连小巴都跟我过不去。你说说我人闲狗不待见的，那成了啥人了吗？在这城里边吧，我有一天舒坦的，连做梦都做噩梦。你说说我这过的叫啥日子吗？我这心啊都伤透了，伤心啊，伤心啊。
老姐姐。拽不起来，你可自己起。你太沉了。哎呦呦呦呦，还真是。好了，老姐姐，行了，老姐姐，你呀，哎呀，你这一通诉说哈，我觉得你把心里的郁闷都说出来了，是吧？痛快了吧？心里痛快了。你前一段就缺少这个，知道吗？君家，菜的味道怎么样？好。真好。嗯，可以上第二课。仨。我的意思是说呀，您跟我们俩已经表达完了，您接下来该跟高一娜表达了。我跟一娜说啥呀？很简单，你就跟她说，你说过去的时候呢，奶奶都不对，奶奶千错万错，以后奶奶一定会好好的疼爱你的。嗯，我说不出口。你这有点过，他这有点过。我跟您说，亲家，我建议您呐，您让娜娜带您出去玩，逛北京城，最好到那个后海那儿的个柳荫街，您坐在柳树下，在微风中，然后您跟高一娜说，口气一定要柔和。你说，娜娜，奶奶来了之后啊，对你的关怀关心表达的方式方法有点不对。奶奶心是好的，奶奶希望跟你共同进步。这样的说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跟伊娜认错？必须的。哎呀，哎，亲家，不怕你们笑话啊。自打我进城以后啊，还没有谁带我出去过呢。你说伊娜她我们小，要带也是我带她玩去吧？不，亲家，那就不对了。您让她带你出去玩啊，这本身就是你对她的一个示好、慈爱的行为。而且你一定要注意你自己的语气，得像我妈那样柔和，好吗？操练起来。哎，来练练啊，放松。面目表情首先放松，哎，放松，然后微笑，微笑，微笑，哎呀，真好！你看看，多么慈爱的一个母亲的形象，嗯，太好了。张嘴说，你就说，说，亲，奶奶对你的关心啊，方式方法不大对。奶奶心是好的，奶奶希望跟你共同进步。说，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我实在是说不出口啊！哎，不行，你必须说。你要这样说了之后啊，你跟娜娜跟所有人的关系都能缓和。真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您进步太大了，恭贺你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都要累死了！今天跟你折腾的，哎呦喂，哎呀，躺会儿，躺会儿。哎。别侵占我的地盘，快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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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铺床睡觉。我要换一个两居室，这样咱们两个在这住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自己有一间房，我也有一间房，你就不用老是跟我挤一张床，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了，自己还要窝在沙发这睡。咱俩啊，你还要咱俩到什么时候啊？赶紧给我嫁了。你下走之后，这房子就归我住。哎，我不白住你的啊，给你租金。真的吗？当然。我跟你说，这房子好贵的啊，你一分钱都不能少我。当然了，我工资全给你。行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啊，看你能给我找一个什么样的如意郎君。晚安。这个任务太重了。你能挑剔。
行啊，这可不怎么样。这不适合小西。哎呦，我们孩到哪儿去了呀？这。我给您介绍一下，奶奶。这前面是前海和后海，还有西海，总称是什刹海。哦，哎呀，哎，你那柳荫街，柳荫街怎么样？哎呦，真好！那前面那宋庆龄故居哦，宋庆龄的故居也在这儿啊？对对对，他那朋友都外国人的啊、哦？可不是吗？外国人都来这块旅游的呀，奶奶。哦，真好哎！这是啥地方啊？师傅，给我奶奶介绍一下这著名景点什么的。好嘞，这著名的后海。后海啊，奶奶。哦，这海呀、啊，哎，毛主席不是也住在那个中南海里吗？对呀、啊。毛主席就住那儿啊，在哈达。对，南边呢，现在。啊，亲，娜娜，奶奶来这段吧，特别想关心你，可是呢，这个方法不好，弄得你呢挺不高兴的，你妈妈也不高兴，爸爸也不高兴，奶奶心里真过意不去。奶奶错了，奶奶的方法不好，奶奶要改。奶奶要跟你与时俱进。咋了？奶奶，您今儿怎么那么奇怪呀、啊？我奇怪吗？是往好的奇怪还是不好的奇怪呀、啊？说不上来吧，就是从您今儿突然开始叫我出来玩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我知道，要不是你爸爸使劲动员你。你不愿意出来，你讨厌我，你嫌我，是奶奶做的不好。没有啊，其实吧，奶奶心里真的挺疼你的，就是方法不对，奶奶一定改，一定改。哦，娜娜，今天跟奶奶出去玩玩的怎么样？啊？哇，您喝的太可乐了！玩的好着呢，哎，去了什么大栅栏，去了什么蓝色的？那是大栅栏，蓝色长湾。哎呦，我还看见好多外国人呢。真的？爸，我姥姥呢？你姥姥啊，你小姨有点事儿，你姥姥怕给咱们家添乱，就到她那儿住两天。哎，不是，那乱又不是姥姥添的呀。小家伙就不会说话。奶奶，来来来来啊，给您吃水果，这水果来，吃尝尝，尝尝来。哎呦！干嘛呀你？哎，我来离老远我就看这块地儿的。我奔这儿来，我都一步走到这儿了，你给我拱个跟头啊？谁快啊？谁来谁来，摔个跟头，你干嘛呀？谁快谁来？什么叫谁先闹？就我先闹的，我看见了，我过来了，你干嘛？你给我抢了？这是公共场合，谁快就是谁的。真别看看啊，来漂亮的女博士，最美丽的在这儿呢，我女儿一米七，金领，收入特别高，有房有车，最漂亮的女博士，有妻母必有妻女。再往这儿看，有妻母也必有妻女，金领最漂亮的女博士，哎，工资也高。干嘛你？还动手啊？你这么快他走，你干嘛你在这？你怎么那么鲁啊？你才鲁呢！你看没给我拱的。咱们这干嘛的？这孩子找朋友的。对呀。干嘛这么横啊？你干嘛？你抢我的座？你干嘛？你太横了！我的牌呢？先不上我的牌去。我找你孩子，怪着，找不着，怎么了？活该！大姐，你们是来相亲的吗？对啊，相亲啊，相亲你吵什么的？这么厉害呀、啊！没事没事，不吵不吵了，活该！哎，大姐，那头还有，你看这手，看看，这是，哎呦，那头还有呢。我去了，你看看，相亲那个相亲，和和气气的，对，好事。弄得没个心情了。对，不吵了，现在好。行了，让他去，让他女儿嫁去吧。好，我们走。行吗？我觉得挺好的。好的。
吧。靠上坐。哎呀，我不起来。哎呀，抑郁。倒点水。刚倒点水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是什么呀？啊？什么情况？这时候你还看不出来呀？梁小溪，企业经理。阿姨，您这是要给小溪相亲去啊？对头。靠谱吗？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？这种事儿怎么了？又不投又不抢，丢人呐！是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这上面是不是我啊？你是不是得跟我商量一下？我跟你商量，你能同意我去吗？你怎么那么矫情啊？万一这点事儿还用经过你商量吗？做不了你主了？嘿，你这哪头的你？这是你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人要老实，有房有车，一米八以上，合着我是物质女是吗？啊，我是冲人家钱去的。我写的不对呀、啊？不对。阿姨，我觉得呀，这一米八以上得改一下，改成两米以上。这样呢，按我们小溪这大高个儿，找一个再大高个儿，生出来孩子直接就为国家有完没完？有完没完？你有完没完？是洗了这么多，还不如就写两个字呢，有趣。哎，真提醒我了，我应该加上这俩字儿，有趣儿。妈，你行不行？你行不行？我跟你说，你再这样，我真跟你急呀、啊！跟你说梁小溪，我真的生气了。我的忍耐是有限的，我给你介绍多少了，你都相不中。你再相不中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妈这脾气你也知道。是的，说不定我干出更出格的事儿来。你得有思想准备，我给你打个预防针。不是，你干嘛去？生气了，回家。那你来这一趟算怎么回事？水还没喝呢，阿姨慢走。哎，我还能干出来更出格的事儿。我告诉你，你得有个思想准备。啊，我受不了。我真觉得阿姨这创意真挺有想法的，我烦死了！你那，你要是喜欢我妈，你拿去，你拿去。行啊，到时候咱俩换妈。我跟你说，我妈还跟我商量，像阿姨这样给你弄个小纸板，直接就给我安排出去了。要不然我怎么这么早结婚了呢？太丢人了！别跟我提纸板行吗？真是，风风火火的一天到晚，知足吧。您也是来给孩子相亲的？啊，哦，是那个，嗯，这是。哦，好，好，我也是给孩子相亲的。这个老举这个牌子啊，太浪费时间了，所以呢，拉了小提琴来消磨时间。啊，哦，这就是你女儿啊。我女儿。哦，你年轻的时候一定是风华绝代。风华绝代谈不上。哦。反正挺好看的。但是我女儿不像我。啊。像她爸。哦，他爸去世了。哎呀，太遗憾了，我的妻子也去世了。哦，那咱俩一样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还忘了介绍了，失礼了啊。我叫肖野，是作曲家，现在的实习叫音乐人。哦，我叫方锦华，国家会计，已退休。哎呦。那你现在可是值钱了啊！不，那个退休的作曲家那含金量才高呢。来，咱握个手。哎，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聊。好，您女儿有多大了？我女儿今年三十出头。哦，三十出头，好啊！你看我的心理年龄也三十出头。没准我跟你女儿聊天啊，没有代沟。是吗？好。你这个牌子一举啊，写的有趣俩字啊，确实有创意。你是不是想找一个能逗乐的人回家？有点这个意思。不过你这个条件一举出来啊，我就觉得你女儿对那个相亲啊不上心。她不上心，我上心呢。不光是说有趣，还得有钱、有房、有车。哎，肖先生，哎，您是给儿子还是给闺女来相亲呢？儿子。哦。啊，这是儿子。啊。肖小野。哦。哎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，好，咱们坐这儿来。来。坐。哦，您儿子叫肖小野。对。还是名字起得好。33岁。啊。这个现在是已经未婚。还是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啊，按照你说的要求是，有房有车有存款，另外是无病无怪癖，还无私生子。哎呦，你这人太幽默了。哎呦，肖小野，这名字太艺术了。
步入父母圈子。夸奖夸奖。哎，好好啊。你怎么没照片啊？哎呀，这孩子从小就不喜欢照相啊。如果您要是有意的话呢，可以见真人呢。有意有意。哎，那咱就直接见人。那太好了，我和我儿子真是感到荣幸。咱们这样，明天就见面怎么样？好啊。你看，这是我的电话号码。好的。回去以后我就给你打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电联。电联。梁小溪。sorry， 我找梁小溪啊，小溪啊。给你找着了对象了，今天你咋回事？我都跟你说了，这办公室你能不能别老这样啊？别生气了，别生气，我小声点，小声点。我跟你说，小溪，哎呀，我今天给你找着对象，我高兴死了，条件特别好，网络工程师啊，年薪好几百万呢，经济条件也好，有房有车，然后本人长得精神帅，这个小伙子啊，那个上进。有情调，哎，反正是条件特别的好。最重要的一个，他妈早早去世了。你妈去世了，你还笑什么心态？没什么，以后没有婆婆管你了吗？什么实在的事啊？照片啊，拍照片。啥年月了，你还看照片？你太苦太俗了吧？八零后。妈为啥去世啊？哎呦，我这还真没问。不过他爸说了，他们家呀。没有家族遗传病史，放心。他爸哪儿？哎呀，他爸那可不得了，大艺术家呀！我告诉你啊，所有的乐器都会，是专业作曲的。哎呦，他爸怎么说呢？老帅哥，风度翩翩，仪表堂堂，那就是属于看不出年龄的人。你提人家爸，你说你这身材飞扬能干嘛呀？什么意思？他爸长成这样，他儿子能差吗？这归理。那可不好说。作曲的叫什么名啊？念肖野。对呀，念肖野，他儿子，瞧人这名起的，你俩真够有思想的哈，中间就差个小字儿。当然了，多艺术哪像我，方锦华。我看你比他们好听。哎哎哎哎，我接个电话啊，接个电话。呀，他来电话了，他来电话。喂。好。方大姐，我是小野。哎，是我。我明天请你们吃个西餐啊，就我们四个人。好，好，在哪儿啊？具体的地点和时间啊，我发给你们。好的，好的 ，OK，OK， 拜拜。好的，好的 ，OK， 拜拜。明天咱娘俩打个漂漂亮亮去赴约。张啊，双娜，我跟你说啊。我今天在公园不有个爱情角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就到那儿去了，我给他寻摸对象去了，结果我发现了一个老头儿。哎呀，老哎，等会儿，老头儿？对呀，你能不能行？老头儿，你就给小溪介绍，你什么情况？我给介绍老头的儿子。你说话大喘气，吓死我！哎呦，那老头风度翩翩，气度不凡。你想他儿子能唱吗？我怎么觉得这妈对那老头子有点兴趣，有点意思，印象非常之好。哎呦，我说妈，你该不会是打着给小溪介绍对象的旗号，然后他自己捞一个吧，捞一老头是不是？你明儿我不去，那不行。马上就到啊，五分钟，五分钟，好了，拜拜。我你这才给我来电话啊，他说在路上堵车呢，可能要晚一会儿。现在堵车是正常啊，反正这第一次见面嘛，你说来迟到也不太好，没礼貌。哎呦，不，没礼貌是堵车，而不是你女儿。再说了，现在这个女士啊，迟到一会儿更显出她的魅力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爸爸说的不对啊？啊，不是爸，啊，我想了一个笑话啊，就啊，有一个人啊，就在堵车的时候堵了好几个小时啊，他心烦气躁，然后他暴跳如雷的下了车以后，在后备箱里面拿了一根棍子出来。你知道当时旁边人看怎么着吗？怎么着？然后旁边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事怎么着啊？快看！”然后那个人就跑到后备箱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呀？
小子一个蜗牛，然后倒了，给倒碎了。然后他就还骂道：“哎呀，我让你再跟踪，我让你再跟踪。”我有一个朋友叫小灿儿，就被服务员端走了。我儿子小野总是说笑话的时候，他自己先笑，笑点比较低。好，不好意思，迟到了。没事，很好。我女儿林小溪。啊，好。不是你穿那个桃红色的衣服，这白的怎么白的亮堂堂的呢？我洗了洗了洗了。梁小溪在哪里工作啊？我在人力资源部当总监。啊，哎，这个挺不错啊，这个又不费脑子，又轻松，最主要还是没什么技术含量。干我什么有技术含量啊？贵姓啊？忘了，我忘介绍了啊。小溪，这位就是肖小野先生，这是他的父亲肖野先生。哎，我刚讲了个笑话，你没听到，我给你讲一遍。啊，一会儿讲，我们到了，行。哎，哎呀，小野啊，别管哭了，自己吃，照顾一下梁小溪。你不是点浓香了吗？一会儿可以加吗？你也吃。好，谢谢。你是喝呢还是？算了，还给你加吧。你起码倒点饮料嘛！好，哎，阿姨，你要吗？我给你加点。啊，没事，我自己来。这孩子啊，自由惯了。不错，小野，挺好。肖老师，听说你是作曲的，是吗？是啊，作曲的。那你就会弹乐器吗？会啊。每一种乐器都会。每一种乐器谈不上，多少都会一点。比如说，我会。吹萨克斯，弹钢琴，还有黑管、笛子啊，还有小提琴，还有大提琴。大提琴你也会？会啊。我最喜欢大提琴了，是吧？我就觉得弹大提琴的人都是那种特别有魅力的。你要是拉大提琴的话，我觉得一定会特别吸引女性，真的。好啊，以后我们团里要演出大提琴的话，我请你来看。我跟我妈一块去。好的，小野，你也遗传你父亲的音乐才华了吧？你会什么乐器？你知不知道你很唠叨，很唠叨，你不会就要，你每分。受不了，每天的工作有成堆烦恼，还要忍受你的唠唠叨叨，为了那点钞票我应在的弯腰，还要听着你在一边唠唠叨叨。知道你很唠叨，很唠叨，你不哭就要，你每分每秒都这样唠叨，这样唠叨，我快疯掉。每天面对上下班的人潮，我只想逃却逃不掉，每天都听着老板的唠叨，我只想周末快点来到，不用上班的清早，听听音乐跑个早，让无心伸个懒腰，想想约会快谁